楼兰有一个传说，当烈焰与热泪交织，神龙之力会从龙魂中苏醒，强大能量可以创造生机，也可以毁灭众生。皇帝陛下命令，找到楼兰，夺取龙魂。你们不就是为了冰魔神而来？ 我们该怎么办？保护楼兰。我们一定能阻止他们。帝国要夺取冰魔神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天明，冰魔神已经被启动了吗？ 关照我们的族人，不会让你伤害我的朋友。齐心协力，你一定会失败。你们灭亡的命运无法改变。